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苏布鲁节目。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为您介绍2019年的苏布鲁 Crosstrek。苏布鲁 Crosstrek 呢是 Crosstrek 的第二代第二年版本。那么 Crosstrek 呢是基于苏布鲁 Impreza 掀背版打造的一款跨界车。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会为您介绍几个理由，苏布鲁 Crosstrek 将会是您购买小型 SUV 的最佳选择。苏布鲁的 Crosstrek 呢是一款介于 Station Wagon 和 Hatchback 中间的一款车型，那么它提供了更多的舒适性、操控性以及它在越野过程中良好的通过性。那第一点呢，我们要讲的就是 Crosstrek 的这个乘坐以及驾驶的舒适性。不论 Crosstrek 选用的是17寸或者18寸的轮圈，您和您的这个乘客呢都能够有一个非常舒适的驾乘的感受。那么与此同时呢，它在过这种山路或者是越野的路面的时候呢，它的这个轮胎和它的减震非常良好的吸收了路面上的震动。苏布鲁 Crosstrek 作为一款小型 SUV， 它整个车的内饰的空间呢是非常充裕的。我们打开前门呢，它的这个空间是非常的宽敞。那我们如果是一台 Hatchback 的话，我们想它一定没有这样的宽敞的空间。那我们看到后门呢，后门它的这个开门的角度呢非常的大，已经接近到80度以上。那您在后面的后排乘客，包括您再把您的小朋友放在里面的时候呢，安放这个儿童座椅的时候呢，它的这个进出都是非常方便的。那我们如果坐到前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头顶的空间呢也非常的还是有余量。如果我们知道，如果更高个子的人呢，可能他坐进去也不会感觉到非常的拥挤。那第三点呢，我们要讲到的就是这个 Crosstrek 呢具备着和苏布鲁其他 SUV 车型同样的 8.7 英寸的离地间距。那这样高的离地间距呢，就会使您在户外旅行的时候，不管是雪地还是这种沙地和泥地，您在通过的时候呢都非常的自信，而且您的车呢提供最大的这种道路的这个离地间距，让您的车呢有最大的安全保障。那第四点呢，我们要强调的就是苏布鲁的安全特征。那么2019年的苏布鲁 Crosstrek 呢同样配备了更加更新先进版的 EyeSight 的安全辅助系统。那这套系统呢包括着这个盲区的识别，以及倒车时候的后方的这种交通警示，以及前方避免碰撞以及自动刹车的功能。同时呢，它还具备着这种自适应的巡航功能，以及帮助您在您的车道上辅助您不让您偏离车道的这种功能。那总体上讲呢，这个自适应巡航功能呢会让您在一个非常安全的距离之内跟随其他的车辆，而且呢它有这种自动刹车的功能，在您的这个高速公路以及城市的驾驶中呢都能为您提供最大的安全保障，而且呢它还配备着标准的倒车影像功能。第五点呢，我们要强调的就是苏布鲁在所有的 SUV 车型中都配置了全时四轮驱动。那么2019的苏布鲁 Crosstrek 的全时四轮驱动呢可以将动力分别输出到四个轮子上，那么在不同的道路的这种道路路面的情况下呢都能提供一个非常好的路面的抓地能力。那么所有的四轮驱动呢这种功能，特别是在冬天以及雨天的时候，会给您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那么给您的苏布鲁 Crosstrek 的驾驶呢带来最大的乐趣。除了苏布鲁标准的这种全时四轮驱动功能呢，2019年的苏布鲁 Crosstrek 还配备了 S Mode 这个功能。那 S Mode 呢其实就是一个苏布鲁独特的这种山路控制的这种一个叫法。那苏布鲁的 S Mode 呢在其他的同级别的 SUV 车型中以及 Hatchback 的车型中呢是很难找到的。 S Mode 呢可以在驾驶过程中呢最大的优化整个车辆的这种表现的性能，包括优化变速箱、全时四轮驱动、引擎、刹车和各种关键的这种驾驶的部件，使得Crosstrek 呢在整个山路的上山和下山过程中呢都提供最大的牵引力和最大的安全和稳定性。那在这一期的节目中呢，我们为您介绍了六点苏布鲁 Crosstrek 的优点。那么在下一期的节目中呢，我们会为您继续介绍，同时呢我们还会为您介绍全新推出的2019年苏布鲁 Crosstrek 的油电混合版本。目前2019年的苏布鲁 Crosstrek 已经来到了 Saramonti 苏布鲁，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就请马上行动。
相关的 Subaru 的不同车款呢，您也欢迎来到 Saramonte Subaru 了解更多的详情。这里的销售人员呢会为您竭诚服务。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有关汽车的促销信息呢，也不要忘记查阅大纪元的汽车版。感谢您收看我们这期的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